现在要准备起飞了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飞机。现在要起飞了，然后这是第一次跟没有阿凯在旁边，然后我现在很紧张，对，我很害怕那个起飞的时候。但这次我妈坐在我旁边啦，所以我应该也是不会太紧张。飞机餐，飞机餐，我们要准备，他远离我们了呢。你知道我答应你我要拍影片吗？拍影片就是我们各自会拍我们的那个生活的 vlog， 所以第一次就会有你录镜，因为已经要来我家过年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一种 feed 的概念。我害羞。我们两个为了帮理由送机，然后现在在中坜转运站要等一个小时的客运才会回到台南。好睡觉。你之前也很想睡觉。嗯，是久违的倔耶，好久没有拍副剧场了。就不找我啊？是你自己要飞去各国跳舞的耶。你说你再要去哪里？要去纽西兰。对啊，你还是可以找我啊。好了，那你飞回台湾啊。到韩国了，然后外面显示是零度，但现在还在空调里面，所以还不知道温度怎么样。我是个怕冷的孩子啊。拿到行李了，然后现在第一个考验是我们要搭快线去住的地方。然后现在要去搭那个机场快线，那我们搭的是普通的，因为我们要去弘大，弘大不是直达那个首尔站，所以我们只能搭普通的车。我们到了弘毅大学弘大站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走到住宿的地方去。我们到了住的地方。很干净，但是韩国怎么那么多坡，好累，好喘。我们要去吃饭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然后好冷，我的耳朵好冰。我在拍 vlog， 这个买很多就是什么，就是会剪成影片。你要煮的时候可以放，因为他们已经。因为陈俊伟现在在韩国。我等下还给我剪呢。能跟大家说什么吉祥话吗？没有讲就讲。新年快乐！哎、欸，脸好大，我。没有啦，想吃的时候。你要他那么近好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快点逃过。祝事吉祥。只要你讲这种东西，大家都变猪。第几次吃我们家素食火锅？第二次。觉得好吃吗？对呀、啊。都还没吃。对啊。那你就我刚吃过了。你就这样一桌。你可以花多少钱买？我妈在看你哦、喔。不要这样嘛，我对于价钱没有，是起码可以破一千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的啊。真假的？那你要先付钱吗？哪那个太难讲了。好了，新年快乐，讲个吉祥话吧。身体要健康，要快乐。好烂了，不要了。这间是荒谬的生肉，中文是这么翻啦、啊，然后。听我在韩国读书的学妹是说，这间是他们很像是他们一般学生下课会来聚餐的那种比较平价，然后但是吃到饱的地方。Yeah.
的。全家人在用玩远很厉害的电脑在看。可是你们两个的脸好像，好像怎样？我以为你看，哎，你妈妈不会录进。我以为看你的电脑厉害。好，来专心看。我们下一站，哎，有车哦，靠边哦。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桥村炸鸡。结果我们现在刚吃完烧肉，马上来吃桥村炸鸡，然后看我们这一趟回去会肥几公斤。Oh shit， 滴下去了！给你微信抓，救命啊！Lucky 啊！啊，我们不跑步，跑步，跑步。这个很辣，很辣，这个很辣。我们的炸鸡来喽！结束了，变大没注意。你们的枕头套也要换。哦，笑什么？不是还有在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进去吗？很开心的，就是对刚吃完的那个，脚好酸哦。今天去买了，不是，刚刚去买了香蕉牛奶，然后好好喝，又忘记拍影片就喝完了，然后现在好累哦。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但其实也是11点就要起床。好像阿卡哟，他在做什么呢 ？Leo 现在应该在韩国大吃五花肉跟炸鸡吧？没关系，反正他回来就会胖好几公斤，他到时候就要去运动。虽然他有一直在跟我赖来赖去啦，可是这是。他没有在的旅行，虽然他人不在啦，但是他的心一直都在。嘿嘿，好啦，这是新年，我准备休息了，那无话可说。祝大家都越来越好，太近了。好啦，要睡觉了，好累哦。为了剪影片，剪到早上6点，然后7点半就起来了。叫我，明天见。